可可这个风衣穿的，你没看到吗？可可有点东西了，今天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可可今天化妆没有啊？看一下可可的风衣。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我都没看，我没注意。可可回头来。看一眼，我可可。我。那这头发好好梳梳行不行？嗯、好烫吗？热汗。这里是打鱼的你刚。你刚刚上镜了，全身侧写，你知道吗？黄头鱼好精致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吧？下面是不是你想象的海？哎，下面是什么样的海边？是码头。是我们想象的海边吗？不是我们想象的海，是码头。有一场是什么码头？但有一场就是要去海边吧？就是哦，闪鬼什么回忆的时候是在海边。闪回忆里面，十年前。对。他可能往前走走就是海边了吧，避开码头。可能是没啥那个，也许就奔跑一下吧。嗯。还有什么喊？不要讲话。但是要等他洗个头。我的 Tony 哦不，我的 Cody 还在给我化妆。你的头发做了吗？没做。杀了，有一点这种类似咱们前段时间播的什么摩天大楼啊这种。那它是叙事描写吗？它也不是。刚刚那个人是死了吗？死了。是死了。死了。可可，可可，快来。可可，需要你的时候到了。看过他人即地狱吗？你看过他人即地狱吗？看过。讲什么？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感觉练吓人吗？最开始那个女的住在一个就是韩国的一个，她还有点那种摩天大楼的那种，不是摩天那种类型的，我已经忘记了有点。但是他人即地狱不是你老在念吗？我记得他是那个类型的。那不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那个哎呀，两兄弟，一开始对，说了半天，说了个寂寞，就要杀你，把你捆在里面，我跟你讲，你逃也逃不了。你们这来坐在这里，不要跑了，风衣女，什么事情啊？我也想探讨什么事情啊？快点。快点来！言情小说，嗨！十年一品味如言，嗨！头发做好了，哎。十年前是什么？是几个？这是新拍十年后吧？对，新拍。那个六级的。那先不等一级。咱先拍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啊？我也忘记了。而且我觉得浅色很考验技术，不然它很容易上的不均匀，对、啊、染花了。全是花的，就是花的，就我自己抹的，这是。但你还好啊，你是看得出来，就是那种有紫的、深的、浅的，白紫白紫。后面还有，你就烧这种，你带点浅，带点深。啊，好开心，我跟你说。他们都说我天天非主流。他跟上次前两天给你化妆那个女生，在去年的一个戏上，头发什么颜色都够。我是蓝的，她是绿的，我是紫的，她是红的。头发不会毁吗？她的头发毁掉了，我的头发没有。她养了很长时间，对，也是不锁色的。哦，真的，她很短的，就是当时漂久了，真的会漂多了，真的会不锁色。对。你看我们这个海也是挺刺激的。怎么了？就看太丑。对，就是个小鱼腿。哎，我们昨天想说，如果这一期漂亮，我们就穿着美丽的裙子，放弃了。我们家很多现场的小孩就穿裙子来的，就为了拍照。对啊，来了之后结果。
放弃。裂开。放弃，好吧，放弃。跟你画眼线有一种莫名的爽感，为什么？就特别流畅。眼睛，因为你的上眼睑真的很紧。哦。就一笔成型就好了。你的眉毛也很野生。没有，我这是烫的，我冷烫了一下，然后才能就是烫睫毛的那种涂在眉毛上，然后才能刷上亮。其实我自己的本身的眉毛又细又短，不刮就好了，就野生了。对，我从来都不修，因为不刮就野生了，就别刮，别刮，越来越高级。就不刮了，就觉得哎，你还不错。够定了，够。刚把发胶喷了十斤，爆干了。哇，真有意思！太好看了吧？看了我的眼神没有？这可以吗？两位场妹相遇。手特别的用那种哦，你还是这样的兰花指呢。